清明节马上过去，种植户该忙着准备春玉米的种植了。很多种植户种植春玉米，就是为了玉米尽早能够上市，靠销售鲜玉米来获取收益。卖鲜玉米棒子的收益还是比较可观的，要比正常种植玉米收获之后收益高出很多。有些种植户就问我，怎样能够让玉米快速的生长，尽早的上市？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，玉米提早出芽就能够提早的上市。在播种之前，可以采用浸种的方式来催苗，使用冷水加一些生物菌，把玉米种子泡上7个小时左右去播种，这样能够提前的促进玉米苗子的生长，另外还可以起到很好的防病作用。如果虫害比较厉害的话，可以使用比虫灵对玉米进行拌种之后再去播种，采用这个小方法就能够让玉米提前几天出苗，也就可以使玉米提前上市了。